YouTube 的粉丝们，大家好！谢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。喜欢视频的朋友们，记得按下点赞和订阅的按钮。来了来了！没想到吧？我这么长，哎，超长！可以啊，啊，差一下没蓝了，一滴都没有了。舔我 CD， 舔我 CD， 操作小心。对，安全。小鱼绝了，小鱼。老逼走过来就为了劈老子一下，我操，什么素质！没死过没？啊，完马了马了马！欠我 CD， 应该能单杀吧？我操！等，我先走，我先走，等。啊啊！这能秒我吗？啊！我先400血啊！我血这么多也能秒？啊，可以杀，可以杀！这兵没了，装他妈对跳的。老逼，
是不是就这个币欺负你的？干哪？可以，我们三个壮汉，我操！意思是一个都没死。李家猫他最近带了那个伊丽莎白圈，完了之后，这个逼他妈的。妈的，干啥？可以，哎，没血了。我踢了，我踢了，他不做人了吧？是的，是啊，我帮你绑。干啥？有呀，打一套，打一套，打一套。没事没事，没扣这里。你别死，等一下我可以帮你灌瓶，好吧？我死回家反而是好事。十秒后，十秒后。问题不大。踩他，踩他，踩他！
听懂了，听懂了。有病吧！我操，干嘛？杀吧！驱散一下，可以杀他。驱散一下。沉默了，沉默了，来了。没了，没了。妈的，被秒了，我操！
没剃，没剃。等等等等。昨天没死啊。等一下，
直接这个。翻盘啊！真的翻盘！看下边路，这里有个天我可以找一下。意外收获，这个可以杀的机会。有魂类，毒日，这波刚好，这波萨拉比较极限啊。这应该是下路看着打着比较肥啊，聊天了，对，三楼死了，这个人不应该死了，天火又好了，再切个灵动心理，给了，应该死了。我假装我 TP 兄弟，啊，我怎么踢他了？好家伙，我操！好家伙，我来收割了。我在断乙魔，可以，打肉啊，来啊，打肉啊，等打肉了，我操！哎，我这你妈，你妈先把盾拿了呀！我操，拿盾呀，兄弟！妈个逼呀！他没拿，这逼！我操，你不是吧？你拿盾无敌了呀，兄弟！你无敌怎么会死呢？我没隐身，来勾我一下。我操！打粉。
是第一有配合，第一有要有个人实力，第二要有个人实力的队友来配合你，而且对面不肥。